开始没有几气泡了吗？刚开始不也行吗？开始没有气泡是吧？对，你到现在的270以上就会有气泡了。也不是这样的，是你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是吗？啊，对，就是看着它卷的可能有气泡的时候，你马上就调成这种模式。嗯，是不是这样理解的？里面有气泡没事，看不到。哦，明白了。对，外面几千元压着它，它就没气泡，就漂亮点嘛。外观漂亮嘛，多滑一点嘛。就是为了外观。对啊。你付这么大米数，你一直压着的是谁？不是啊，他如果是他有，如果你一直压着，他有一个弊端，他就是他有变形的。你切小规格的，他就像戴了帽子一样的，他就变形。哦哦、你开始没有压吗？开始不用压吗？开始我怎么看到压轮也打过来了，好像。对啊，压力很小嘛，你看到了啊。一直压着不，你那个拉出来的管子不压点了。那你要压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把这个支撑开关搞上来还是怎么样？把气啊，你们希望的机器啊。压轮。我这个机器我都不知道，这跟801F 杠C不同哦。虽然说是801F 杠C。把这个人叫过来解释一下。